燃烧塔跳车起火是高雄林园区常看到的景象，还被居民戏称为林园花火节。或是工厂排放黑烟，居民脸上、脚上、屋内四处都是擦不完、洗不完的碳粉。林园、林海工业区污染陈情案多，环保局想出新招，派员进驻，稽查人员就在工业区内接到陈情案，秒出发，平均16.2分钟就能到现场，果然达到吓阻效果。去年11月实施到今年7月，陈情案367件，相较于前年同期449件，减少了23%。而开罚前三名是中油大林厂、中油林园厂、中国合成橡胶，一共14件，罚了770万元。但还是有议员发现，凤山污水处理厂疑似趁着下雨排黑污水进凤山溪，水利署出面澄清。流量好大于我的一个规定的一个标准，好，那我们打开紧急绕流的一个闸门。因为瞬间强降雨，为了保护设备才开启绕流，但比墨水还黑的污水直接排进溪里，也让民众质疑污水厂是否要重新设计污水处理量，免得类似情况再发生。